Hello。放肆的，关一车。Hello。啊，他们就车祸啊。对啊。他们有摆车，他们有摆标志啊。哎，撞到我了！你现在撞到我了，下车！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几点？啊，你赶上班是有需要这样是不是啊？我迟到一次罚三千，你给我。要撞警察哦 ！Hello， 放肆的，关一车。Hello， 他们就车祸啊。对啊。他们有摆车，他们有摆标志啊。真的？你要不要上班了？哎，你这什么态度？快叫我啊！哎，你们要处理人家的车祸车损是不是？什么？是你在夸张的哎、欸。你到底下来情绪那么激动干嘛啊？哎，撞到我了！你现在撞到我了！下车！下车哦！你现在撞到我了！我跟你讲，我要上班，我叫你上班！你们你不要这样，你不要这样好不好？你想干嘛？你刚才撞到我了！你不要撞！开哦！我们游戏有开哦！开！你不要这样哦！你不要这样，我站很近哦，敢上班也不能这样，你很近哦，你敢上班也不能这样，你敢上班也不能这样啊！知道吗？啊，你敢上班也不能这样啊！两个洞，那个立业路，两个帮忙一下。敢上班也敢上班也不用这样，好不好？现在几点？你知道现在几点吗？现在几点？敢上班，你敢上班是有需要这样是不是啊？我迟到一次罚三千，你给我啊！你撞了人家车不用赔是不是啊？啊，你下来就一直骂，一直骂，一直骂，啊！你下来就一直骂我问你啊！你刚刚我叫你不要跑、欸、他来怎样？他不能先靠旁边吗？啊！我现在还没，我现在我们还没处理完，你就在凶什么？还在等要犯妨碍公务？来、啊！你还一直在骂我们是不是？我没有骂你啊！我问你，他还在有怎样不行吗？他已经撞到黄伟军了啦！好、啊，为什么不能不能这样先靠到我们旁边？后面那么多车在等，你可以告诉我为什么吗？为什么你不能叫黑先看旁边？你们没有拍照吗？为什么不能叫黑先看旁边？我就跟你讲，我在处理了，你在急什么啦？我在处理车祸啊！这两个不拉，先把它。我先处理他们的。好，等一下。他刚才撞我了。哇！撞你！好。我刚才叫你是不是叫你不要撞我？慢点！不要这样。